要带您认识这一位女生，28岁的张黎文。她有美国名校毕业的血统，但是她决定不按照父亲给她的人生剧本走，去当企业的高阶主管，而是选择创业，做自己最爱的甜点。张黎文的父亲呢，一度气到不想跟女儿说话，但是凭着自己的努力，张黎文慢慢地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欢迎光临，来到我的点心房。大大眼睛，甜美笑容，这位长得像艺人许慧欣的气质美女，叫做张黎文。凭着美国常春藤名校的头衔，原本可以担任企业主管的工作，但因为甜点，他愿意舍弃百万年薪。当初我只是因为想要吃一个在国外吃到甜点，可是他没钱，所以我就找不到那味道，就只好自己吃。同时就觉得哎，还蛮好玩的，就做我很喜欢看到人家做了甜点的幸福笑容，因为我觉得那样很幸福，觉得比我自己吃还要开心。看到一个幸福满足的笑容，比冷冰冰的业绩数字让他更有成就感。张黎文特别跑到巴黎蓝带去学习，他发现令人感动的甜点取决于食材的天然新鲜，因此卡士达酱是用有机蛋黄打出来的，完全没有蛋腥味，再摆上新鲜草莓和蓝莓以及特别从日本进口的冰枣，果肉丰富又不会酸。但真正能提升水果塔口感的秘密武器是从法国来的榛果酱。下一层有一个很特别的榛果酱，是法国进口的榛果酱，就一小桶就要5-6千块。那因为我们那真的很贵，可是真的加上去那个层次感不同，所以我们又在馅就是卡士达酱跟饼皮中间涂抹一层榛果酱。宁愿待在闷热的烘焙厨房，也不愿坐在办公室里吹冷气。做甜点的张黎文正沉浸在自己的小小天地，收起平时的笑容，眼神格外专注。现在正在做的是妈妈最爱吃的凤梨酥，他改成西式的做法，创造了全新口感。炉火上正在搅拌的是从台南来的金钻凤梨，只加了麦芽糖来调味。我们就是把它的心都取出来，外面连心都放进去，但是我们觉得口感就是有会还是会有差，就是不会有那种渣渣感，就比较纯，然后比较滑润软顺口。内馅是100%的凤梨果肉，饼皮张黎文则坚持用比一般贵2-3倍的法国奶油，不但更健康天然，烤出来的凤梨酥散发淡淡的橙浓奶香。一般用凤梨酥，大部分是用使用酥油，就是那种人工合成的植物性奶油，那种就是会有反式脂肪很高嘛，那吃下去可能对人体比较没有那么健康。那像这个奶油，它反式脂肪含量很少，因为它不是经过人工培养，它是经过纯天然将酿造出来。他的凤梨酥还加进了养生的亚麻仁和葵花籽，变化出咖啡、柠檬 cheese 等口味。是吃西点，也是凤梨酥。采访这天就刚好遇到艺人柯以柔的老公，也是餐厅老板的郭宗坤，特地来买。这个我们都很常吃，那它的那种不腻的程度，还有那个香气，尾后在喉咙出来的香气是非常独特的。他们有一个咖啡核桃，我想在除了核桃香气、咖啡香气，你很难想象咖啡跟核桃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吃吃看就知道。自创的凤梨酥获得肯定。但其实当初一心想要做甜点的张黎文，得不到父亲的支持，还曾经泼他冷水。当初就觉得，哎，这凤梨酥可以吃吗？可以卖钱吗？拿得出去吗？就问他多少钱，他就用一个很低价的价钱，然后跟我告诉我说，我看你这个也没有人会买吧，感觉是有种失望的感觉。我觉得看到父母亲失望，比看到他们生气还要难过。那段时间，父女俩很少讲话。但其实张黎文心里知道，爸爸是爱女心切。随着越来越多人肯定他的手艺，加上妈妈一直都在身旁支持，终于让父亲接受，开始他的创业路。我们也是希望他有个很好的工作，这样。可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他喜欢做这个，所以我们现在父母就是尊重跟支持啊，所以就会从来就没有反对过这样。我反而有鼓励他做，继
续往这方面走，这样。嗯，怎么鼓励？会跟他说什么？鼓励就是帮忙。对，全力的投入。行动支持。我妈就会帮我，就是当很多职位，会帮我送货，会帮我行销。然后会陪我去买东西。平常吃饭的时候，他在做凤梨酥，他就会带来给我们吃啊。那他们做的是土凤梨，比较接近土凤梨酥嘛。那其实我个人是比较没有那么喜欢那么酸的，那我就会给他一点说，一些这些意见。然后还有例如像 macaron 之类的东西，那 macaron 基本上法式的 macaron 是比较甜的，那我就跟他建议说，maybe 你可以做一些半糖。积极的给朋友试吃，调整口味，加上母亲出资完成张黎文的梦想甜点店。五彩缤纷的马卡龙完全不添加化学色素，红色的是覆盆子，绿色的是抹茶，还有外面少见的郁金香口味。这还蛮特别的，这就是外面饼皮是郁金香粉。那郁金香粉是其实是很多人在用做咖喱的材料，所以它吃起来还蛮特别。然后里面是自己熬煮的凤梨馅。甜点在口味上创新，咖啡也加入了充满淡雅花香的玫瑰酱。与鲜奶咖啡混合后，最后摆上可以吃的玫瑰花瓣，既梦幻又浪漫，喝起来层次感很丰富。而且它的就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办法喝太浓的咖啡，可是它不会太甜，然后又玫瑰的香气很香。明亮的落地窗，充满童趣的摆设，母女俩携手打造的甜点店，其实是同时满足两颗梦想的心。我觉得也不错，就是说借着他的喜欢，然后把我那个从小的愿望也有那个完成，这样就是开个，我从小就希望开个店啊，面包店或是甜点店，所以也很感谢有个女儿可以把我们的那个想要的事情发展出来，这样。真的，我希望我能够就是用自己的双手，就是给更多人幸福，家里可以就是有一些，比如说过得很好。啊，回报爸妈，不然就觉得他们在我身上花好多钱，我就很不好意思。梦想正在转动，甜在嘴里，也在心里。